大家分享一条95后小伙子用国产东门子数字龙凤胎软件设计的遥遥领先取能和自动生产线。他创新的把焊接打磨 CNC 加工箱体拉铆气密检测产品入库串联成了一整条自动化生产线。有个别不太懂的可能会问，焊完不用去印力吗？是的，因为铝的导热性比较快，所以是不需要退火去印力的。千万不要说这条线的集成商厦门丰源只是干了个集成的粗活，打了个铁哈，在这种复杂的整体应用案例上，本体毫无意义，集成才创造价值。而且它这个案例上面也用了安圈跟法拉克两个品牌的机器人，更说明本体毫无意义，集成服务才创造价值哈。